日，潘粤明晒出一组携父母录制年未有fun的剧照。照片中，潘粤明搂着身穿带有青春字样红色运动服的妈妈，少年气十足；爸爸则身穿蓝色的配套运动服，露出慈祥的微笑，一家人十分温馨。潘粤明不是那种昙花一现的年轻演员，在表演上很有实力，虽然不是表演专业的，但是很有爆发力，对电影分寸的把握，人物性格的拿捏很准到位，对表演角色理解力和感受力都是非常强的。他的表演松弛细腻又有亲和力，在需要激情的时候也有那种冲击力。潘粤明较为本色，不太会装，他演的书生、富家公子、摇滚青年都是他自己内心一部分的投射，他骨子里是个大男孩，喜欢在他自个的世界里玩，反而对事业和功名没太大的野心。